看哈尔滨座位多少，整个检整个按摩椅，还有个监督员这儿呢，看这儿，看这儿是多少，全是不穿绿衣服的，都是。这个车站的这个座椅，它是正常配备的，是正常旅客候车的椅子，它不会减少啊。按摩椅子也是后加的，没有使用的按摩椅，完了他会取代你的话，在当时的现场给我们来电话，我们来下一下工单。旅客候车区那所有的地方就应该是旅客可以使用的，疏散的话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